Hi. Hello, 大家好。我叫李雪梅。我叫赵俊杰。我们都来自中国。我们现在在 UCSI 读博士。对，我们的导师是 Dr. Yang。Dr. Yang。是的，今天来参加比赛非常的开心，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。我觉得这个舞台给了我很多的锻炼。我希望能在这里成长。也希望我们可以顺利的进入决赛。是的，老师也非常的专业，评委给了我们很多意见，我觉得非常受益匪浅。对，然后我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呢，可以更加进步吧。今天我们唱的都是中国的民歌，我唱的是《我的江寒大平原》，是一首湖北民歌。我唱的是一首中国的新疆歌曲，民族歌曲是哈萨克族，名字叫马伊拉变奏曲。这个歌曲呢，在中国呢是家喻户晓的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我们希望呢，能够进入决赛，然后